责让他离开，好好爱负责让他。离开。掌声欢迎曹君怡。这个那，就是听太委屈。当时我没有想到主持人可以唱得这么好啊。那不能用汪涵的印象放在我身上。我真的是很喜欢桃子姐的歌。好多人都喜欢桃子的歌。去台湾的时候做他的节目，又觉得哇，他做主持也那么棒。哎，我说一个人为什么可以歌唱的这么好，主持也这么好呢？关键是还这么美。没错，美少女。哎呦我天，哇，开心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每周我们都可以从所有的报名者当中选取100位特别幸运的朋友，我们给他发一张入场券啊，一票难求啊！我们掌声欢迎你们。三位嘉宾都已经上传了自己演唱作品的视频，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陶晶莹小姐和她的网友们的互动情况。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唱的这首歌是《姐姐妹妹站起来》，很多人的演唱会上面喜欢唱，可能像是香港的四大天王咯，还有像汪峰老师啦，像周杰伦啦，都没有唱过这首歌。那有了很多歌手，谢谢他们在演唱会会用这首歌带动气氛。Hello， 桃子姐 ，Hello， 这是我的经典民歌《姐姐妹妹站起来》。那就等着沦陷吧。没有打我们。如果爱情真伟大，最喜欢的就是中国男孩。挣扎，开心一点，开心一点。我怕你们唱。可我不比别人差。不差不差，一点也不差。谁要中国待在家？待在家，不要吃爆米花，热量太高。哎，我们天天这种小吃啊，好好吃啊。搞菜，打麻花，耳眼扎刀。不能眼泪哇啦啦。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吧。她是姐妹吗？好好爱，不再让她离开。哎，再一次这数学题来了。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我爱你，甜言蜜语吧，她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她离开。有幼儿园的舞，有没有？有，这个间奏这样子，大家可以打打拍子，左右扭动一下就好了，因为马上就唱了，各位，马上就唱了呀，找个人来恋爱吧，找谁呢？找我吧，才能把你忘了呀。像枯萎的玫瑰花，心里的雨拼命下，勇敢冲击，不可以害怕，坚定，就这么唱。外面太阳那么大，一定要坚定哦，这段相爱要代价，那就勇敢接受它，一定要接受啊，唱。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就可以装可爱，装萌，卖萌卖萌。像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他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好不错，耶！终于可以吃了，好能吃啊！大
Wonderful，Wonderful，Thank you。硬是摇的，摇的。姐到后台看我们，然后我就说，哎，今天有意思了，来了一个这么棒的主持人。忽然我就发现我还是离他远点吧。不，别这么说。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没穿增高鞋垫。关键是与此同时，桃子穿了一双这么高的高跟鞋。有没有发现有数万名歌迷刚才跟您一起合唱的一首歌，但是呢今天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您的歌迷代表来到了现场，他们就在这儿。欢迎欢迎。我们看看这些人当中到底有哪几位非常有幸能够到台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好吧，来，掌声有请。好，我们首先一一介绍一下。阿巴卡巴，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新奇组合。那我叫施可欣，那我是马来西亚一名大四的学生。我叫黄思琪，我是一名大一的学生。可欣呢是我的师姐，然后我们是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对，汪浩老师还有韩红老师，你们知道吗？其实我想和你唱在马来西亚非常非常非常的火。对，对，我妈妈也在看这个节目。那你不要告诉你妈我今天没穿增高鞋垫的事儿。我一直都不穿。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没穿增高垫没关系，最重要你要用你的眼神瞄我，瞄我，让我变成小黑人，可以吗？还有这种需求？可以瞄我吗？请给我一个特写，我一般不随便瞄人。哎，你们两个人是小时候就喜欢桃子姐的歌？对，小时候幼稚园就听过《姐姐妹妹站起来》，然后也听过《太委屈》啊，《离开我》这几首歌真的很红的马来西亚。这对姐妹花真好，就说大实话来的啊。对，我们特别为桃子姐准备一首歌要献给你。谢谢。那这首歌曲呢是在马来西亚呢就叫做革命浪，在中国呢华文叫做辉煌。桃子姐，你第一首歌就收录在一个叫辉煌的日子的合集里面，所以、他们完全是真的有知道，但千万不要掉资料画面，那时候我还没有整形。拜托不要掉出来。来，请看。来来，预备，开始。节目叫我想和你唱，还是我想干掉你？太有威胁感了！下次来合唱还是来踢馆呢？对啊。各位后面几位朋友就回到自己座位上算了，好吧？啊？干脆直接跳，就他们两个人跟你合唱。不一定，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对，好戏在后面。哇，还有高手。怪老强呀，一生恨呐！恨得那老路就气喘呐，恨得那过客快了关呐，
谢。是这样吧，其他几位都回到座位上去吧，好不好？桃子姐也可以回去坐了，太有威胁感了。来介绍一下。OK, hi semuanya, saya Helen dari Indonesia Jakarta. 印度尼西亚。大家好，我是曾佩兰，来自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老外啊。对，我就想说，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是不是他怎么能把老腔唱得这么像呢？湖南卫视，我想和你唱，我每次都跟我爸爸一起看。我是因为是外校的。说完。那你爸爸一定是主要看我，你爸爸不会喜欢汪涵。认识认识啊，因为好实诚。你知道吗，姐姐，你在印尼也是很红哎，真的。哎，不好意思，达里马卡西。但是在印尼呢，只有那个有芒果，没有桃子，所以呢，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我。见到了正宗的桃子，正宗的桃子，难怪他今天打扮得像个芒果一样啊、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 三花样男团。哇 ，F 三，帅啊！大家好，我是腾飞，是阿星，我是秦叶，我们都是来自成都的花式篮球教练。对，花式篮球教练特别帅。我们非常非常的喜欢桃子姐，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还知道桃子姐很喜欢篮球，对，所以我们觉得喜欢篮球的女孩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可爱。哎，好会讲话，你的歌迷真的好会讲话。请念出我外套，美少女，谢谢美少女桃姐。桃子姐，我们今天不只是想和你唱歌，我们等一下会有惊喜给你。哇，就是三颗球同时可以打中你的头啊！我要当篮筐吗？哇，好帅哦！哇，帅！哇，好帅啊！哇！สวัสดีค่ะ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芭提雅的姬子兰。中文好标准哦。桃子姐姐，这是姐姐妹妹站起来那首歌，我听了很多次，我还上了很多遍。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你歌里面写的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爱的中国湖南男孩，对，哦，湖南的朋友，他找了一个中国湖南男人，在哪里？跟韩哥长得很像。我想问桃子姐姐一下，就是我怎么把那个孩子留在我的身边，永远一辈子？那个男生留在我身边一辈子啊！你已经说出了答案，就是要有个孩子，就是要有个孩子。姑娘，怎么了？姑娘。很重要很重要，你一定要留在中国，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中国男人像韩哥一样这样的，可以很好的照顾老婆。第二呢，就是新鲜有营养的椰子面膜，它能让你的皮肤新鲜有营养，然后随时补充营养和水分，你们的爱情也可以随时补充营养和水分。这个送给你了。哇，好不好，谢谢谢谢，太不容易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做节目啊。Ha ha ha!
我们再给坐在座位上的桃子姐的粉丝再有讲话的机会，谁要举手？哎呦，哇哇！青花瓷奶奶，好漂亮、啊，点一个赞，又漂亮又优雅，会走动的景泰蓝花瓶。陶晶莹，您好，您好，二位主持人好，您好。各位嘉宾好，好，姐姐好，我叫姚舒希，今年67，哇，押韵押韵押韵的，我叫何妍凤，今年74岁，哇，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叫马静，今年77岁了，都快80了，好健康哦。我们是天津市老年人大学艺术团服饰表演队的超模姐妹团，超模姐妹团。今天呢，都是这些小的年轻的小姑娘们跟你来对唱来唱，这些老姐妹呢就想跟你一起走一走，走个秀，来欢迎欢迎啊！正宗的姐姐妹妹站起来，来一段。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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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啊！哇，好美，美呀美呀！觉得他们大概有哪三位到台上来跟您唱？很难选，因为我可能得把世界地图摊开。很棒，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看这一组有哪三位可以有幸跟您上台一起合唱。请看，第二位，第三位，恭喜三位进入到跟陶晶莹小姐合唱的考验环节，也感谢其他的朋友，我们会有一份一叶子面膜为您带来的小小的礼品送给各位。当然我们刚才所有在现场演绎的歌曲，如果您还没有听够的话，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去听。接下来马上进入陶晶莹的音乐 party 时间。9个呆，9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龙骨高高辣椒，高辣青带松骨不撒，马卡西阿巴达亚拉阿古，四季度杰雷卡阿古。这空气不管 Sister Sister 看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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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家。从今以后别害怕呀，哦，外面太阳那么大，如果相爱要代价，那就勇敢接受它。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只因问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啦撒撒呀嘿，啦撒撒呀撒呀嘿嘿，你看诺那家务的撒撒。太棒太棒了，哎，现在为难了，怎么了？你的音乐还在对不对？对，音乐还在，嗨了，好了，现在难了，三个里面挑一个。好，要不要先听听朋友们的建议？好好，我有朋友吗？这里其实蛮想看蕙兰，谢谢，就是下一首歌会有什么不一样。老肖，我喜欢来自泰国的朋友紫兰，我觉得他特别阳光。是你们自己的决定还是？我自己的决定。你带团来耶，大家呢？大家呢？我们都支持老肖的决定，支持老肖的决定。好团结啊！我觉得蕙兰吧，谢谢。蕙兰的好处是可以男女双声带，所以下一首歌想要跟男生对唱、女生对唱都可以。哎，有道理哦。我跟老肖的意见一样，我觉得紫兰也是不错，但是她肤色有点偏黑，她如果用一下高色蛋白水的话，大透大白的，她可能就会胜出的几率更高一点。桃子姐刚才也说了，其实姐姐妹妹真的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第一首听到的流行歌曲，那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个台上跟你合唱，我们真的觉得很荣幸，谢谢。然后我们想要继续的和你唱下去，可以吗？好吧，加个微信吧。好好好，我愿意。对对，桃子说，哎，好吧，三个拉个群吧，好吧，别动一下。桃子姐姐你好，我不只是准备了姐姐妹妹站起来这首歌，我还准备了很多歌想和你一起唱，我可以再和你一起唱吗？哇，好难回答呀。我觉得胡夏跟老肖如果站在这里应该会答应他的求婚。不是，就是他刚刚很诚恳，很诚恳。对呀，桃子姐姐，我真的真的想要跟你唱，因为我在这里呢不单单是因为我自己的心愿，但是还有我的爸爸的心愿，因为我爸爸是长大在台湾。哦 ，Oh my God， 老乡，所以呢，今天我代表了。别哭别哭，加油加油加油，太激动了，谢谢。了解，所以我是你爸爸的女神是吗？对对对，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听你唱那个姐姐妹妹唱起来，所以我九岁的时候我会唱了这首歌。来来来，就是你了啊。还不敢再。今天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谢谢你们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让我的歌声陪伴你们。听我的歌的女孩子原来不仅漂亮，然后这么的真诚，很荣幸，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厚爱。好了，接下来要选了哟。
难呢。很难哦，陶晶莹小姐决定三组当中到底选谁呢？啊！五、四、三、二、一。所以陶晶莹想和你唱的是蕙兰。蕙兰，我想和你唱。恭喜陶晶莹选好了今晚的 party 搭档，恭喜！接下来是我们的陶晶莹小姐和她的搭档的音乐 party 时间，欢迎桃子。好，其实今天很开心跟这个蕙兰一起唱。那但是我想，《太委屈》这首歌其实抚慰了很多失恋的人的心，所以这首歌不但是要献给喜欢这首歌的人，待会我要献给现场的一位朋友，《太委屈》。誓言，他扬起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去喜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你现在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因为我背景的夜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谢谢。希望你越来越好，离伤心越来越远。回家。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加油，回家加油，回家加油。谢谢，我都没有想到，我觉得真的是很感人，把这个礼物送给我，而且有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我，有音乐来治愈我，有桃子姐，有你们关心我，我一定会好起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这么唯美，同时也是这么温暖的一段演唱，把我们心里面最想对一个人的问候，最想对一个人表述我们对他的关心，全部通过这首歌表达出来了。谢谢桃子姐，谢谢。接下来。